由南投县教育处与财团法人人成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大家来读经成果发表会，希望借由学童从小接受读经的陶冶，在人格与道德教育上有正当的发展，遇到困难时能够运用并解决。自去年那个104年我们那个新读经行动员开始，我们学校就配合我们教育处的读经政策，那利用平常的一些琐碎的时间，比如说晨光、上课时间，然后放学时间，来推动读经。那在推动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呢，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静心、专注力，最主要呢就是他的记忆力提高很多。那记忆力提高对于他的学习帮助就蛮大的，所以会产生一个正向的效果。那推行一年这样下来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学生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学到心平气和，记忆力增加，学习力增加。所以呢，我从这边来讲可以看到读经成效已经可以慢慢看得出来。那么希望能够说将读经这个活动再化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将从读经变成解经，甚至所谓的行经，这样子呢，我们发挥我们知行合一这样的一个教育精神，让读经呢这样的文化真正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也就是说，让我们小朋友不是只有知识的增加，最主要的他的品德力增加，让经典成为他一生最好的一个伴侣。近年来在积极的推动下，读经已在各校有不错的成绩，许多民间团体也都相当支持及大力协助活动的办理。主办单位希望读经活动在各校能够生根，除了在品格上的教育外，透过读经更能加强学童语文能力与生活教育的实践。在推动读经的活动上面，在各乡镇的市的学校，大家都很积极的来做这件工作。那事实上，我们整个教育团队里面，这两年的读经活动已经展现了一些成果。那这次鱼池乡的这个全乡的学校的读经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仁圣寺一个大力的赞助，包括读经的教材、弟子规，还有唐诗三百首，还有论语、孝经等的一个教材的赞助，让这一年小朋友都能够学校里面来学习这样一个经典。那我们教育处这方面也非常感谢民间资源的一个赞助，尤其是读经活动，这是一个品格的一个陶冶以外，更能够让学生在从小的一个语文能力的培养，包括生活教育的实践，都可以在读经的潜移默化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启示，甚至成为自己一个内化的在生活中可以实践的一个品德教育。那我想说，我们这两年在推这个县府教育处的读经活动，希望来更多的一个民间资源的赞助，然后来补我们县政府一方面不管是财力或各方面的一补足以外，那这些读经活动的推动对我们社会的一个教化也是非常的大的一个功能跟有效益的。那我想说，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推的，让我们南投县成为一个经典的品格的一个学校，让大家能够在品德教育能够生根，然后开花结果，在我们南投县有更好的成绩。鱼池乡各国小在接受财团法人人成文教基金会的补助后，在鱼池国小办理大家来读经活动，也呼应了慈光山人成寺赠送各国小的读经教材，展现接受经书文化陶冶的成果。同时各校互相观赏学习，增进学子经典素养。我们这个人成文教基金会呢，常年已经对我们南投县的鱼池乡、埔里镇、国姓乡、水里乡提供了各上学期的这个贫困这个注册的奖学金以外，每个学年度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我们都提供奖助学金，还有呢各级学校的这个图书竞会。那这一次呢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呢，从这个就可以看到成果。经过半年，各级学校老师校长、主任、老师还有学生呢努力，今天呢在成果发表呢，我是感觉非常的高兴。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能继续的办下去，因为小孩子这个阶段呢是我们记忆力
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尤其呢这个我们这个武德先贤所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还有包括唐诗等等，都是做人处事的精华，尤其是智慧的结晶。从小孩子假如能熏陶这个古时候的文化，我相信呢在以后他人生的规划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相信呢他都可以用这个各方面的武德先贤的做人处事的种种呢去把它解决。希望能够借由此次活动，让学生从读经中学习传统经典，达到推动阅读及品格教育的功能。我也希望说呢这个活动在这个学校的配举之下不只说暂时的希望说永远的，尤其小孩子这个他们配合这个读经活动，他们的记忆力增强，理解力增强，语文能力也增强，还有最主要他们的抗压力也会增强，以后到社会遇到了困难，我相信他们用这个武德所告诉他们的做人处事种种道理，他们一定会迎刃而解，而且他们从小就吸收这个那么好的一个，他们就站在我讲过了那个起跑点就引人家，希望呢这个这些学生啊以后都成我们国家的栋梁，为我们这个社会贡献更多，尤其这些这个诗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学以致用，尤其行善，尤其要帮人，尤其要那个行孝，这些呢做得很好，我也希望说呢学以致用，这个是最主要的。今天我就很感谢各个学校的配合，才能就是把这个学校这个活动办好，感谢各位。经由学校的推动，许多同学养成了读经的习惯，也在读经的过程中学习到修养自我的品格，提高了自我的素养。我最喜欢的经文是《凡俗言》，因为它里面教我们品格，然后也教我们怎么去修养自己的品格，然后还有教你怎么的改变，然后现在学完了之后才知道品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品格可以交到各种朋友，而且还会让那个同学之间的互动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品格是我们人生中最该学的一部分。凡俗言这一段也是教我们说要负责任，不能随便欺骗别人，然后要守信用，要不然会别人不跟你做朋友。读经教育也是近年来学校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在每节上课前五分钟让同学们读诵经文，在背诵后能够安定心情，在课程开始后能够专心学习，效益增加。读经教育也是我们学校发展的重点特色之一。那我们目前实施的情况是分低中高年段，那各有不同的背诵内容。以我们低年级来讲，我们安排的是弟子规，古今读书方法，还有部首表。那中年级可能就是习时贤文，高年级可能就《论语》《大学》《中庸》。对，那我们实施的时间就是利用每节上课前的五分钟，让小朋友背诵这些经文，然后顺便也能够静心。如果是从我读到的资料来讲，其实对于孩子的心性品格的这个部分，我想他们每天潜移默化当中，其实慢慢的就可以看到那个成果。我们学校的孩子不太会有暴力之气，对，那彼此像一个大家庭，哥哥姐姐会照顾弟弟妹妹，对，然后性情上面、情绪上面，我觉得也会比较稳定，对，专注力来讲也会有一点帮助。议员陈昭玉也相当支持读经推广，相信学童学习读经后，
能够增强学童专注力与记忆力，对心灵建设都有很大的帮助。根据专家学者的一个研究，人的一生当中1岁到13岁是记忆力最棒的一个时刻，就是说学习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所以我们积极来推广读经的这个阅读的这个习惯，经由我们整个小朋友他在阅读当中的一个学习，能够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尤其我们只要读经一年就能够有高中的一个程度，读经两年就有大学的程度，读经三年就有中文系国文的一个程度。尤其让小朋友在读经当中能够增强他的一个专注力，增强他一个记忆力，尤其对整个文化深度的一个熏陶，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够形容的。尤其小朋友当中，我们目前的一个教育都是偏重于所谓智能的一个教育，偏重于所谓科技的一个教育。但是怎么样让心灵的一个活化在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心目中，读经是最佳的一个捷径。我们借由读经能够浅显易懂，然后经过先民他们智慧的一个感化，在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先民他们的一个程度，尤其对于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个食衣住行娱乐，其实在读经当中我们都能够非常好的一个深化。赵毅在这边非常衷心的盼望，读经的时候绝对要借由我们家庭的一个辅助，小朋友们或者阿公阿嬷或者爸爸妈妈能够共同来读经，然后这是最好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我相信借由彼此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融合，然后借由我们家长之间的一个辅导，对于小朋友心灵上的契合，对于整个促进家庭的一个和谐都有正面的一个帮助。因为过去我对我自己的小朋友也都是这样走过来，将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整个家庭最佳最佳的一个传家宝。读经运动在南投一向都有经由宗教团体的补助，汇集了许多读本给予孩童们学习，读经也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让其他同学能见贤思齐，一同探讨了解。读经的运动，我们在南投县一向都是由宗教寺庙，或者借由我们过去像南田书院也好，琼文书院也好，或者在我们集集的明星书院等等，透过很多的宗教团体的一个辅助。我相信我们南投县的教育处也是非常积极，汇集了很多的一个读本，将所有的资源现在都非常积极的在推广这个运动。要怎么样让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要让我们的一个家庭整个一个氛围，甚至来办一些分享，让有所成就在读经当中看到成长的小朋友们现身说法，然后让其他的小朋友能够见贤思齐，整个将氛围把它勾勒出来，把它营造出来。我相信我们整个读经的一个习惯绝对是指日可待。在活动中，各学校都展现相当不错的成果，孩子们的品德教育皆能加以落实，期盼透过经典共读，学童们都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修养。民意新闻黄玉怀、王国恩专题采访报道。